那天刚好一部修理车从我们的这边的广场，然后一直倒退的时候，倒退到这边来，一部没有刹车，完全没有刹车，然后就把我们这个亚克力板哦来撞倒，撞倒一变形的很厉害。那当场的时候，还有我们这个见风，他也可以当我们见证人，因为他那天也在。哦，这个本来一个元宝的地方，他已经把它撞弄开啊，结果咱的骑马嘛无了。哦，这代表咱地军哦，我咱这兵种，把这个骑马搞啊，真好势。哦，这是阮武兴公这真大的神机啦吼。哦